敖龙登上2023《王者荣耀》，终于迎来第二季的登场。除了赛事规模更大、增添精彩度外，新加入的两名挑战者还有奖品，更是这次比赛的焦点之一。四位，第二季终于又来了。Oh my god！ 好期待。来，请愿，来，请愿。小开了。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用道歉，不用道歉，你怕被骂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次没有了，就于白是很谢谢于白，然后还因为我后面又在瞧了一些档期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说大家为了你大。对对对对，又在为了我有改，就是很不好意思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真的非常不好意思。在我们节目人气是非常的。没有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。虽然一定要配合他，虽然没有，对，他在有台非常的杰出，但是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他。没有啦，因为其实我们录影就是二跟三，我们只是看哪一个二三有空。对，谢谢。然后我的就是不会再讲笑话了，好，这是好，我要好好的玩呢、啊。我跟他，你想要认真？你有被网友讲是不是？网友就说什么，可是不要再讲。他们，我后来发现那个节奏好像有点被中断了、啊，觉得还是不要讲好了。对，我的心情就跟我的票数是一样的，一直在那个进不来，然后突然间就上，然后我一直心里一个高潮之后，发现糟糕，压力山大，又开始荡下来，所以我现在心情非常的低迷。庆月小心耶，肯定是庆月的嘛，毕竟庆月他的鬼点子比较多，他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还恐吓我，对，就是他跟我说他要让我上黑车。就是上黑车，意思就是他就是我他假装他是预言家，然后骗我这样子，然后我要帮他带跳。我觉得不用想那么多啦，你以为剧本都会按照他这么好走吗？放话吗？对，放话。现在聊哪？庆月，庆月，好，庆月。我都很怕，也怕。没有要讲冷汉，因为冷汉，我觉得他比较难。分出他好人跟狼，因为他很会结巴，所以他结巴也他结巴就是不一定是坏人，所以也是有一些难度。冰封侠的对决，笑话是庆月的专利，对，我们就让他独有就好了。那庆月你们是不是很好？有玩过了，以前有玩过几局，有玩过。就庆月在我心目中也是就是很厉害，非常高配哦。不能太丢脸哦，就有可能你们还是要加把劲，有可能奖品也是我的，因为我看到那个摩托车很想要哎、欸，你不是用迪士尼吗？那台跟你很不配，我可以去烤漆烤成粉红色，迪士尼也很棒，对，很想要，跟谁去？你说迪士尼？对啊，小赖啊，那是我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你赢的话，你会分我那个吗？你说迪士尼吗？分你不就是一起去吗？嗯，好，那不是就两个人吗？你赢就带我去，你赢要带他，他赢带你。你机车送别人就好。机车送别人，你要迪士尼门票？我全都要哎、欸，我全都想要。对啊，机车还不错啊，电动的，那是电动车吗？欸、超想要摩托车。对，啊、真的、哦，它是电动车。我想换。雨咧，我想要吸尘器。哎、欸，我也想要吸尘器。对呀、啊，要有吸猫毛啊。因为我蛮想拿这次的礼物的。哦。门票想要跟谁一起去？哦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那个门票是几个人的？两张吧，两张。三天两夜，住宿加迪士尼的门票。哎，两张是。这有点难呢，这可能就到时候再看看。对，那我一定要跟谁去？我应该也会看周围有什么朋友想去，因为你也知道我不爱游乐园啊。对，我这样迪士尼会不会杀我？不是，我不敢做游乐设施。我去，我去。买那些可爱的。他也不是，他也没有，他也。没有啦，我爱迪士尼啦，只是我比较省钱，就迪士尼直接不找我们合作。好，这样剪掉好了。我重新剪一个我爱迪士尼的感觉。我很想自己去，为什么？对，就看身边朋友有没有想一起去的呀。但是因为是那是不是两个人？你也可以一个人睡双人床，可以这样吗？独占独霸是不是？两人份那可能没含机票啊。那好啊，可以啊，就看周围有什么朋友想一起去这样子吧。对啊。对，你可以送我们呢、啊。对啊，我可以啊，如果你们要，真的很想去。好，那我 OK。我跟你讲，我便宜卖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他要不太过分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你们这个你现在是什么？没有啊，这就是
没有，就去逛街，然后看到哇，那个 model 一套好好看，然后觉得很好看。OK。就哦哦买这样。好，就这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可是我今天有发现一件事，就是我跟爱是走比较街头女感，然后普跟都是公主感，所以我们四个人都不会，我有发现，对，不会穷。但其实我昨天在准备衣服的时候，我有想说我要不要走街头感，可是我就看一看那些衣服，就觉得好像与爱哦。我感觉到就是他们会这样穿，然后后来想说啊啊，这件我都没有拿出来穿过，所以就我们绝对不会穿这个。对，就是一个小狗。哎、欸，你穿可能裙子已经在这了，因为你的腿很长，很像穿洋服。我没有那个仪态可以穿这个。对，不会啦，你们身材那么好，但我就是穿这样很像小公主风，也是给自己一个期许。就是之前第一届的时候，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太常走心或是太凶了，我就决定我这一届要当一个温柔的人。我是不太信的。在那个服装里，我会当一个温柔的人，你们自己注意。好期待哦，好期待哦。那、啊、你今天穿什么？阿拉丁？没有，我就一般啊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。是伟的衣服吗？没有，今天全套都不是伟，但也全套都不是我的。但这个也好像伟，就自由一点。对啊，就朋友的啦，借一下。OK， 我怎么样？是伟正式啦，伟正式的。那我们算是有搭到。对，我们就是一个卡其风。嗯。走一点小公主。哦，对，我很难得就回重回公主风哎，我算是难得吧。我今天还说，那我头发用个卷发好了。小精灵姐吗？不是，是精灵感，就是那个彼得潘的小精灵。我刚刚是小精灵，不是我们制作人。小精灵姐，不是小精灵。他问说，维正是为什么会选择穿这一套？你介绍一下你的穿搭。就。为正式又一点休闲，这样。帮帮我，帮帮我。是太久没上节目了，我没有。你很紧张是不是？没有。拿着你们。就是一个。对啊，米老鼠。然后，小米啊，雪饼，雪饼被雪饼笑。好，因为为正式就是想说，上面是西装，那我下面就配短裤，因为怕配长裤又太。正式感的感觉，是就是听说我是第一名票选的， yeah.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对我的期望真的有点高，所以我就会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很紧张，就是压力有点大，但是还是会依照平常心去玩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，这个比赛很像是每一周跟这些好朋友固定聚在一起的一个感觉，就是希望自己也可以就是减少失误，然后。站对边，试着站对边看看，因为上一次我只站对一半，就在八局我只站对三或四次，很惨很惨。我这次可以进步到六七次，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，给自己一个进步的空间，这样子。然后网友们要手下留情，我们大家都已经很认真努力了，没有就是轻浮对待这个游戏。对，我们真的很喜欢狼人杀。对啊，就是跟上次一样，就是一开票就是遥遥领先嘛。当然是开玩笑，就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不过我们这一季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更多不一样的操作，就是我们试一下也会，他们也时常在练习啊，然后也在讨论说看能不能。玩一点不一样的操作给就是观众们看，这样子更早破蛋，可能你在一个小时之后就破蛋了。稍等一下，如果没有等等，今天没有破蛋，请帮我剪掉。这一季是就是除了想要玩好以外，我还想要就是更欢乐一点，对，想要更可以很开心的走完这整个赛事，尽量不要太走心啊，大概就这样，大概就这样。哎、欸，我原本是抱持着就是平常心，想说不要再拿奖品很拍谁哦。但是今天就一来那个气氛，感觉就觉得哎、欸，好像还是不能输哎、欸，好像就还是要认真来跟你们 PK 一下。不要，我觉得他压力好大。一个那个奖项，你该拿了。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玩太烂就好。就是我现在也抱持这种心态。对啊，反正就是因为这也是很看运气的。对，好，我的话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脑波比较弱的人，然后因为就是狼者的玩家就是每个都很会讲，然后每个都讲在点上，所以我很容易会站这边，然后又站那边，又站那边那边。所以呢，我希望我这次就是不要雷到我的队友，然后。就是坚定的理性站边，坚定的理性，对，坚定的理性感这样子。想看十位玩家到底如何厮杀？9月14日起，每周四午锁定娱乐百分百。阿乌狼人杀2023《狼者荣耀二》，巴拉采风组整理报道。
直接讲话了。直接讲话。好 ，OK。要再正牌吗？好，再来。确定。给你三天免费哦，就是三天两夜，你要思考，还是我们一起去？啊，好，等一下。